自己，在那个地上的音乐会。然后其实准备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足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尽力的希望能把这一场演唱会做好。嗯，希望是我的音乐道路上的一个美好的开端吧。谢谢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知道的我，然后对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从这首歌开始。然后很高兴这首歌是我人生的第一首歌得到了大家的这么喜欢。然后今天晚上这个版本，我相信一定跟你们印象中的不大一样。麦克风。